各位同心，大家早，大家好。无手机的人，请你举手。没有手机，有啊，拢有啊。啊好，啊，请恁找手机，等下下个哦，自拍一下。是安那讲叫你自拍，因为自拍以后，这张相片较老嘞。啊，到明仔，你拢总上锁啊，搁自拍一下。啊，你若较敖看，你会看讲你的这个面啊，已经改变了。68年做好大的面，含68年以后，知影讲未去用骗的面，你要看有啥物看的无同啊？对不起，我竟然。68年吼，这时间真长呢，会乎台湾人变作中国人呢，因为教育啊。你个想看卖吼，有真人讲咱啊吼，你台湾人过去拢是为中国来，啊，你感觉你相信你家手？你绝对袂假嘛，以我来讲吼，但是我若无。上这个课以前，我来安尼问哦，你讲我是中国人啊，但是我甲你讲哦，你刚才讲用历史来作证未标准。马街病院你捌听过吗？吼，马街病院是这个做以前啊传教士哈，啊来台湾啊开的马街，伊在有一个医生叫做林玛丽，林玛丽呢，伊专门伫做这个血液哈，将血甲你抽出来。啊，抽一束啦，哈，袂足多啦，抽一束啊，啊，甲你分析，看你这个血内底，你是为什么所在？是这个叫做大西洋，啊，是中国，啊，是为美国安尼来？做一个结论就是讲，咱为中国，有无？有人为中国来？1%、2%而已。啊，咱台湾到底是这台湾这人是安怎来？其实你若认真吼，甲看你的面，含遐中国人的面，你甲注意甲看，绝对无同。但台湾人的面，甲日本的面，较像。当然，台湾这个68去用染去啊，吼，迄个嘛去用染去嘛，啊，即嘛变作台湾有台湾人的面。讲上个简单的话就好，你的祖先伫台湾有墓啊的举手，坟墓的有无？拢有嘛，拢有嘛，哪会无？有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来，我问你咧，恁阿公的坟墓，无啦，你阿公还佫伫咧，我无迄个意思啦吼。你阿公的坟墓还佫伫咧，你阿公的坟墓，那有个人请你举手，哦，你还佫找有的阿公的有找有吼？啊！你阿公的顶管迄叫做阿祖嘛，阿祖的坟墓还佫找有诶举手。啊！阿祖的顶管叫做太祖，啊！太祖的墓还佫有诶举手。啊！太太祖的墓还佫有诶举手。哦，还佫有啊！吼，啊好，三个太的祖的墓还佫有诶举手。真诶啊，假的啦！真诶啊，假的啦！你毋通讲白贼咯。国大陆来，好啊。什么讲的有无无的？你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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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太太做的梦还阁有？你地高台，你有看到梦无？你有看到梦？来，我问你，等下，哦，卖小编卖小编，恁家有公妈卡吗无？啊，你别甲拍开无？公妈卡吗？你无安尼过年唔免去清清诶，爱不？公妈卡嘛来滴，慢拢免小便啦。我甲你讲，恁等于开去看啦。公妈卡嘛甲拍开，你内底看你祖先有几代？迄拢啥物九代、十代拢骗人诶！我第17代啦，我爸爸甲我讲17代啦。我公妈卡嘛甲拍开4代尔尔啦。啊，剩咧呢？剩咧呢？
我跟你讲，拢总是骗的。什么家族谱啦，拢总骗的啦，一看拢是骗的啦。谁来骗的？过去的平埔族，平埔族人过身去，我讲无钱，因中国人就搁抬啦，搁囥在迄个棺材内底去抬啦，那么草草创创的解决了。这是一个实际的状况，一个文化的传承。所以台湾人到今日，以前咱这个先生，伊就讲：哇，我交代啊，你免得烧钱、烧钱啦。我妈看嘛，拍开就知影嘛。所以我妈妈问过我的老爸，这个问我细汉囡仔的时阵，我读初中的时阵，一过年，我老爸拢会讲的：啊，我大囝，你嘛去我妈看嘛，甲清醒，一年甲清一摆。一个拍开，我讲较算。甲阿祖、太祖遐都无去啊！啊，真正迄个梦有啊无？无呢？即甲咱讲一个代志。过去国民党咧统治的时阵，伊用错误的教育，甲你讲你是台湾为中国来，无影无一只，无影无一只。讲较简单啦，谢长廷是讲去中国去福建，要去寻根，寻个屁啊！我要跟你讲的啊，不是只有他而已，很多人啊。我们的公安看嘛，跟你讲哦，你是为福建什么来？你若真的那样看，没啦，没有那个东西啦。那都是教育，让我们误导，都给你误导的啦。我们是真正刚刚的平埔族的后代，平埔族的后代特点是什么东西？故意，来，你有问题？迄拢另外一回事啦，没有错啦，有人安尼讲啦，吼、哦，你讲手安怎，迄拢另外一回事啦。我今日要讲的，就是讲，咱台湾人的后代，真真正正是平埔族，林玛丽就作证啊。林玛丽伊研会以后，伊讲啊，为中原，为中国迄边来，无几趴啦，一两趴尔啦。所以这个代志，大家吼。头壳内底爱去思考，咱到底什么人？先卖讲咱什么人，咱来先讲，照法理上渐进法来讲，清朝的皇帝将台湾偏哦，永远你听我，永远挂牛和日本天皇。我讲日本天皇是他那是妖秀好，你看中国人。我跟他讲一个文化，你就知道。中国伊跟你讲，哦，因有安尼五千年的历史，哦啊，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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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屌，什么屌，什么屌，什么屌。事实上没有中国，五千年嘛，跟你骗的。有文字记载几年？三千年。上济上济嘛，才三千年。伊即摆跟你讲五千年。啊，跟我真正有中国人，也没有中国人。伫元朝的时阵。都拢去消灭去啊！元朝的时阵啊，本来中国有两亿个人，但是元朝一个执政，元朝是啥物叫元朝？是迄个蒙古那边，迄是外国人呢？迄不是汉人呢？伊将这个所有的中国人开一半条，剩一亿。因遐的历史拢是杀戮。换政权就台，所以真真正正今仔只中国人，拢毋是中国人，伊是杂种呢。啊，讲较歹听，就拢等于是，敢若秘书迄个维吾尔迄类的人呢。维吾尔人，那你甲换，足简单的嘛。你敢若看表面甲看，甲你就甲中国人都无共款，你敢若要见硬讲讲，啊，这是中国人。你也看吼，维吾尔人因这个民众啊，非常有志气，伊不爱跟汉人通婚，无跟中国人通婚，啊，就中国就定一个政策。你若维吾尔新疆这边的人，你若跟汉人、跟因中国人结婚，一年给你10000块人民币，啊，一个月嘛才赚。1000块尔，啊，一年给你10000块，啊，正拢完全政府饲的嘛，伊根本就不爱甲你中国人通婚。
咱因是用这种的方法，要保留因家的民族。台湾人无同款，当然啦、啊，因为教育的关系，一开始就是讲你们是中国人的后代。啊，你真真正正，不管是学艺，不管是历史，咱拢唔是啊。我来讲讲这个日本天皇，伊摕到这块土地以后。因为是殖民地，割让以后仍然是殖民地，所以课本都要跟你写来讲，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，正确。那是1895年去当准，但是殖民地嘛，一旦变作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就变作伊家的正港的领土。人日本天皇伊有安尼做，伊安尼做，就是按照万国公法，伫这个土地给伊实施万国公法，就是。在这个土地顶管实施宪法，和这个土地老百姓的权利和因本土人的权利一模一样。那迄个时阵，这块土地就会变作实施宪法迄个国家的土地。所以，在1937年4月1号，日本天皇宣布台湾皇民化，皇民化啦。什么叫皇民化？甲你台湾人。要求讲你台湾，你会当改姓名，伊无甲你强迫哦，你当家己会当改，哦，改成日本的姓名。啊，开始教育台湾人读日本册。日本以前冇安尼做，北海道、北海道啊、北海道，本来遐个人是叫做爱奴族，敢那袂输是原住民共款呐。原住民北海道的原住民讲的话。含日语无同款，但是天皇底下实施皇民化的时阵，和这个爱奴族开始学日本话，开始用日本的姓名，开始风俗习惯，甲日本人同款。然后天皇宣布北海道实施宪法，和伊的地位含本土的人的地位同款。安尼北海道万国公法规定并入日本，做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台湾在1937年4月1号实施皇民化，1945年4月1号，这是重要的呢。台湾行宪纪念日，即刚开始实施日本的宪法，和这块土地所有老百姓的权利，甲日本人的权利一模一样，和你参政权就参加政治，有5个参议员，3个众议员，3个参议员。这历史各记录拢有啊，国民党的课本拢无爱甲你写啊。当然，咱即马咱的杂志内底有啦，哦，啊，所以为1945年4月1号，迄天就是啥？咱真正台湾人的行宪纪念日。啊，即马国民党4月1号，伊惊你台湾人知影，甲你讲迄天叫啥？愚人节。迄戆人的节日了。啊、所以你看后半年台湾要改，改什么？改10月25号，伊跟你讲光复嘛，建树的人有光复，所以后半10月25号，迄天叫做愚人节，啊，4月1号就是行宪纪念日，哎、啊，好冇？好。你敢会记得？我讲这拢是历史吼，啊，拢是新的哦，你免烦恼。我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拢会当互你甲我检验。啊，讲到这个行宪纪念日，过来就爱阁讲啥？过来就是4月1号以后，4月1号以后呢，因为这个中华民，伊讲咱台湾人伫1月12号1946年，甲咱台湾人拢总变作中华民国的人，同时。1947年2月28，是将中国阁使出一个杀手锏，所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台，那叫做228。228，那到底台湾死几个人？您知无？您敢？迄当台湾的人口啊，400万尔，啊，你认为死几个？您感觉啦？你也看吼，台湾人到即马，你讲死几个，无人知。可
课本也毋捌甲你讲，啊，这是台湾遮尔啊大个代志，你记好清楚。126,000人，啥人讲126,000？因为经过15年，1962年，迄当中台湾有一个省议会，警务处的处长回答省议员的质询，伊甲问讲：我请问，咱台湾有几啊？各界拢有一个户口普查，这个户口普查是全世界日本甲台湾做上好的户口普查，恁知吼？迄天恁拢袂当出去，啊，警察去恁家甲你点名，有啊？伊讲点名的结论，有这个户口，无迄个人有偌济？126,000。啊，126,000，稍等，唔是拢死啦吼？126,000，啊，扣掉啥？39,100个，你唔通袂记咧？迄39,100伫南洋死去，遐台湾人有啊？台湾兵啊，扣掉迄、那个，安尼拢总台湾估计死80,000人。400万的人口死80,000人，你想看卖哦？每一人伊有家庭，以前的家庭拢是生几十个呢？像我就好啦，阮阿公、阮妈妈这边、阮阿妈这边生11个。啊，若是礼拜死一个，影响了几个？想无嘛，影响10个，对不对？所以呐，安尼甲计算，你讲80,000，啊那10个。差不多是等于是死受到影响啊，直接影响啊，叫100万，400万人，100万人直接受到影响。你讲这个是大代志啊，小可代志，绝对是大代志嘛。所以台湾人开始啊，国传的1947年以后，佮连续38年的戒严，啊，佮白色恐怖3年，甚物叫白色恐怖？你敢知道？都有人甲你检举讲哦，这个人共产党。把你抓去，拢总承认伊是共产党，啥啦？拍嘛、推嘛、电嘛，啥物人？啥物人会堪咧？互人用电？啥物人会堪咧？互拍？这恁以前已经捌听过嘛？刑事嘛是讲拢用刑的啊！你无承认，敢袂使咧？袂使咧啊！上好的例一个王银仙，甲一个叫啥？甲迄个提枪迄个啥？王银仙甲一个王什么？甲迄个落尾去跳咧自杀迄个啊，本来讲伊是抢劫啊，啊？啊，王银仙啊，真正抢劫的叫啥？啊，李斯科，我列给我。迄人讲王银仙你是抢劫，啊，伊若无自杀，啊，李斯科迄个人若无破案，啊，咪死伫啊。同款，白色恐怖就是安尼啦。所以白色恐怖死偌济人？全台湾嘛是死差不多80,000人，当然这来这中国人真济啦。然后遇中国来，我会记我读建中嘛吼，我的老师今日去上课，讲明仔就讲无看呀，啊后来就讲啊，枪毙去啊。建中的老师呢，啊你是安怎？迄叫做白色恐怖。你是共产党，你不爱承认嘛袂帅，所以必须甲今日。有足济台湾人拢要你惊，上好咧，我妈妈嘛咧惊咧，所以即马较袂惊啦。那我拄仔开始伫创遮个工课，伫写遮个论述，伊嘛定咧甲我讲话咧。我饲厝个叫做阿星呐，阿星啊，你敢通安尼？你会去用联系呢？啊，我讲吼，你免烦恼啦。我后壁有靠山啦，够可能。靠山是什么人？你讲，我的靠山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哎呀，恁足奇怪，我的靠山就是恁的靠山啦。我的靠山什么人？这不台湾人袂靠呀？台湾人会靠的，台湾人吼，主事主力。我的靠山是后壁这个迄支旗啊啦，日本嘛无好，迄支啦，美国啦。谁啦？咱告美国告赢嘛？你袂记得哦？对不对？2006年10月24日，咱告美国。2009年4月7日，美国高等法院宣布5点：第一，本土台湾人无国籍。
你无国境呢。所以你摕 passport 去国外，人拢讲另外排队，因为你无国境。啊？好，迄个另外一回事，一旦交钱也算好嘞。第二，讲你本土台湾人无政府，中华民国唔是咱的政府啦，咱的政府是叫啥？台湾民政府啦。第三，本土台湾人生活在政治炼狱。什么叫政治炼狱？您知无？政治炼狱就是咱台湾人要搁你选举啦。诶，选举那是政治炼狱。你敢知影？咱伫选举是咱伫了钱，你知不知？你去登一遍票，要了偌济？算30块尔尔。你有够戆呢？230块呢？你敢看蔡英文？你甲邓侯伊，伊摕偌济？609万票，一票30块，小小两个就甲跌落去。马英九689万票，2亿多，伊甲跌落去。这是全世界无的计数。我甲美国讲，美国上来不爱相信，干那么伊相信啊？不是跟他了一个30块，你去登票，你无行路工，你都爱阁交伊钱。政党50块，你登好伊，伊政党会当一年当甲摕50块呢？啊，摕4年200块呢？啊，加起来230。立法委员嘛同款，县议员嘛同款，乡镇代表嘛同款。看咱了足侪呢，我无甲你骗啊。这个叫做政治链，啊！你拢了唔知，啊，阁欢喜噶？人阁甲你讲吼，啊！你无转号，我要转号啥？哦，500、1000，即摆那也少。来，我问你，大家目睭起起，卖看别人。我看到你啊，目睭起起。从开始到即摆为止，选举的时阵，你捌坦白讲啦？你捌收到人的买票的钱，还是人请你食饭、游览，捌参加请你举手？恁无老实啦，恁无够老实啦，搁一摆。你若无老实的吼，你当下巴肚疼，我先来讲。你捌参加选举以来，捌收到人的红包，捌去互招待，人甲你买票，送你啥物物件、游览，捌来举手？您自己看，您自己看，手放下来了。其实，您算无人员，没有人员的啦。人每一班哦，迄举手拢才1/3啦。可见咱这个班吼，人员都不够啦。你想看卖啊？选举会使买票，那有叫做民主选举？这叫民主吗？国民党澳博进店。你要选举，我叫你卖选；你要选，我就给你收押。靠人安呢？靠人安呢？各位，这是叫做政治炼狱。你吼、哦，所有的人的头壳，拢去防，去防哪？去防砍掉嘞！你想看卖？西藏的流亡政府伫达兰萨拉，印度的达兰萨拉，西藏的流亡政府内底总理选举的时阵，印度人有去登票无？当然嘛无，是安怎？中国来自台湾的选举，啊，你台湾人去甲邓票选中华民国总统，跟你什么关系？跟你什么关系？当时捌选过台湾总统，报纸拢算是假。恁看了报纸，也要看报纸吗？你们不会看呢。报纸，台湾又与某某国家断交，有无？台湾退出联合国几年？有无？请问什么时候台湾加入联合国？什么时候台湾跟人家建过交？拢总无嘛。所以您不要看报纸，报纸就是要给你洗脑的物件。所以你听到你会感觉很震惊呢。你伫台湾生活不连60、70年、50、60年、30、40年。无一天过日子是正常的。中华民国，咱即马是去用签名，去用什么人签名？是美国军事政府给你签名。旧金山和平条23条，
但是是你讲奇怪，我都无看到美国啊咧，没有看到阿东啊嘛。你看到的拢甲咱同款嘛？啊，咱甲咱同款，其实同款是同款，但是中国人，啊，这中国人来台湾统治的时阵啊，伊无多叫遐子人来甲你统治，所以伊就利用咱的一部分来甲你讲，我给你权利，啊，你来往那通，做伙来通知。台湾人就袂见下这关系，有人给你权利，有人一点好处，啊，就要做通知者。啊，通知者无啥物歹处，包括18%就是安尼来啦。中华民国伊嘛知影，伊早晚爱离开台湾啊。全世界有迄个讲18%，你这个公务员啊，给你赚是18%，爱摕永久的，即嘛变做啥物钱了？有的老师。做老师的时阵，一个月领7-8万，啊，退休以后一个月领20万，他有人安尼。但是这个人，你讲家讲选举的时阵，叫伊转吼，甲国民党无共款的党派，伊袂无？当然嘛无哎。我退休到厝内底，一个月有20万好摕，我太要改变，伊就是用这套，伫改变台湾，用这套。所以台湾已经分作两个阶级，一个是统治者，一个是被统治者的可怜的台湾人。啊，台湾人未觉醒。所以，当2006年咱去告美国的时阵，拄啊开始的时阵，美国看我无去呢，啊，即块伫遐咧乱的尔啦，免插伊啦，因为美国有一个法律。叫做国家免诉，就是国家免袂使袂红告啦，你袂当告国家啦。啊，这个好大咧告啥物啊？告奥巴马，尤其奥巴马迄搭多多动算，啊动算伊头一项个代志接着啥物啊？接着我的传票。所以奥巴马你骂呢？我无改变，这是落尾啊，白宫迄人甲头讲个呀。CIA 有感觉落尾接触嘛？因为奥巴马骂我骂咩事？伊讲我做总统头一工接着竟然是传票。啊，可是违反人权，啊，可是律师，哦，伊讲这是什么人？这 Roger C N 的什么人？台湾人，来来来来，叫一个台湾同乡会会长来问，哎，这人什么人？伊讲我唔捌。啊，所以我告以后2006年，告了半年，美国 C I 啊，甲美国总统迄白宫诶迄个叫做特勤人员，为美国直接打电话来互我。卡去弯道呢，好厉害！拄啊开始跟我讲，讲一句，因为我留日的嘛，阿妈讲一句，讲讲的，佫变英语，啊，佫讲的，合台语就出来。我稍等，稍等，稍等，我咧跟我讲的，就是你 ，you must identify yourself， 你要先证明讲你到底跟我讲的，你这个人是甚物人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免。欸，我在跟人在說話，啊，我不知道你什麼人，啊，他跟我說，都是美國啦。我說，稍等，我不能跟你說話，因為我的律師跟我交代，我如果沒有律師在的時候，我不能跟被告當事者來說話，說你是當事者，我不能跟你說話。稍等，稍等，電話別掛，別看，我跟你說，我有四個人，你去跟他問，那四個人裡面我問兩個，啊，我去問其中有一个叫郭宽敏，啊，郭宽敏，因郭宽敏迄当阵离要离开美国，甲迄阿米塔吉，就是郭富卿的助理，迄个，伫迄机场的贵宾室讲话，迄内容伊拢甲我讲，啊，我甲郭宽敏讲，伊惊着了，嗯，啊，你拢猜，我美国甲我讲的，伊就要证实讲他是美国有关单位的，啊，是安尼，到即卖为止，咱甲美国很多的四个单位，拢定定拢有联络。所以呢，啊，系啦，时间搁得要到啊呢。安尼啦，这里我看过讲，联络个内底，所以从迄个时阵开始，咱就开始甲美国接上线。我会当甲你保证一点，到即马为止，台湾所有政党、所有政派，没有一个单位跟美国的官方直接联络，敢若是有一个叫做台湾。民政府，因为迄当阵美国国务院嘛发表，伊讲我们跟台湾没有任何政坛政党跟他联络，我们只有跟一个
很小的单位，那个单位公难了，但是这个单位还很小，但是我们今天不小了，因为咱今仔已经有26,000个人申请的身份证，同时咱嘛已经照美国的意思，要训练4,000名的人员来接这个证款，因为啊，最高法院判决以后，咱真欢喜啊！最高法院伊甲你讲定奈，其实定奈，你别当甲咱看迄标明讲，是驳回，不是驳回啊，就是讲这个案暂时停起来，等家你原告准备好以后，我们再来审理。什么时阵准备好？伊讲我们政权愿意还给你本土台湾。本土台湾叫做 The People of Taiwan， 但你会记哦，美国人足要求的哦，伊伫法律内底拢写一个 The People of Taiwan 加 The People on Taiwan 哦，咱是正港啊 The People of Taiwan 啊，本土台湾啊 The People on Taiwan 就马英九迄类的啦，就是中国人伫台湾的人啦，啊，你听有无？啊，所以伊讲你找4,000名，我尽款行李，我真嘛。你他妈真欢喜啊！我亲亲名，我凊彩找嘛有，对不对？我若等来，迄阵我若伫台湾宣布说，来来来，我们要接掌政权，我征求4,000名，我喊40万人啊！但是你讲稍等稍等，含你都毋是台湾人，我哈，我那毋是台湾人，杨头你摕证明来我看，甲恁同款啊，我拢摕迄张身份证啊，摕咧。passport 啊，用你卡看清楚，顶管有写台湾嘛？无呢，中华民国呢？啊，我哎、欸、啊，小戴，啊，安尼变喏，你去找啊，找4,000名台湾人来啊，啊，有受过教育的啊，啊，有受过你的法律的诶，这个训练的人啊，啊，无我若交好你，啊，你免偌久，你搁想要独立去啊？安奈使？你这个土地是日本天皇，你若要独立，会使，你咪去问日本天皇啊。吼、哦，敢若一支足大支的迄个木棒啊，甲我讲你头壳。突然间，我恍然大悟。所以在为2010年的7月7日，美国国务院要求咱伫美国的华盛顿 DC 设办公室，到今日还搁伫咧。所以马英九也好。蔡英文也好，想要设台湾民政府已经无可能。2010年的9月8日办一个酒会，180个人参加，美国人超过100个。2010年的11月6日，我们在台湾开始成立台湾民政府跟参议院，同时开始制作台湾。公民权利法案，你不能看台湾公民权利法案，你这个东西上去给美国，只有他心脏来来去去经过4个月才成立，我们现在所有的都要有法院，所以我们现在参议院众议院我们有通过台湾基本法，台湾不会有宪法，会有基本法已经通过了，再来我们有通过议院法，就是参议院、众议院的法律，还有通过一个叫做社会秩序保护法，这是后摆我们接掌政权那一天要公布的，跟戒严法不一样，但是差不多是相同。那这个政权一乱呢，马上公布社会秩序保护，好大力去乱划看卖啊！啊，通过参议院、甲众议院的法律。啊，所以恁即摆咧受训，但恁们还早，恁还阁经过高级班，下个礼拜的高级班，然后恁还阁经过法理典章、职务典章，然后阁有职权训练，过五关的人，你会得到一个证书。这个证书内底写足清楚的，你会当经议员、经乌行、经阁员，你家己经。所以呢，你来这里上课。我敢讲一句话啦，算你的，你前世人受好香，你这世人会当做官啦。啊，这个做官，台湾民政府
后摆咱的政府执政以后，嘛是赶快宣布65岁会当退休，但是敢若咱即世性的永远不用退休，当然四级不多啦吼。即世性的会当做甲你欢喜为止，因为咱叫做革命先行者，我未叫你做革命先烈。做革命先烈无效啦，人甲你拜伫啊，拜过较好都无效，你就无法度食。但是做革命先行者，你就是享受，你真真正正头脑比人较好，啊，你的运气比人较好，啊，尤其这少年呢，我希望恁，恁咱40岁以后，过年我成立一个叫青年军。时间超过，我明仔载继续讲。